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天降的骚乱水，兄弟的决裂。哦，水希腊升华二的关卡。哦，基本上，不晓得关卡的内容哈，所以就先转转看。哦，水柱我就星柱我就特地留一下这样，一次就全扫了。哦，七夕盾哦，那就好处理啦，跟安西拉一样。基本上就是手动叠珠，哦，手动叠珠，一二三四，哎呀，这边好像叠错了，看一下哦，一二三四，这个按住，好吧，就这样吧。我们看1 2 3 4 5 6，差不多，刚刚好。好，还要多一趟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拼天降啦，就看你自己的喜好这样。好，巴西盾。一样的打法，哦，一样的打法，哇，这次不要再叠错了哈。靠！哦，这两格现在还蛮尴尬的，因为卡到一个我没有火珠，哦，所以那边就算是半放弃的状态。哦，我们要想办法做别的珠。哦，做到这个部分来。
过来。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哇，组不太够，糟糕，有点危险，又要拼天降了。就这样吧，一。二三四五六，哇 ，C combo 而已，真是拼天降就对了。好，那边我做五颗，看可不可以天降再多一点。我靠！哦，我刚没有注意到我的那个什么，有做到一整排的。好，这个要稍微小心一下。哦，总之就是用这种叠珠方式来打，手叠的方式慢慢慢慢叠出来，这样会比较好打。哦，那当然你要拼天降也 OK 啦。哦，看大家的习惯哦，因为希腊会一直掉，这个也是有增加一个机遇的。哦，以上是这个升华二，升华二，海神波塞顿，波塞顿哦，升华二的示范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